DXS Project 的使命是提高卢安达医疗保健的品质和可信性。该组织重点关注妇幼健康，并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提高当地卫生中心的管理能力。XS Project 与卢安达卫生部 MO 合作建立了一个新的卫生中心，并领导了该国第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NTD 计划。 XS Project 由公共卫生专家 Josh Ruthin 和经济学家 Jeffrey Sachs 于2002年创立，旨在提高卢安达医疗保健的品质和可及性。该组织重点关注妇幼健康，并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提高当地卫生中心的管理能力。XS Project 也与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倡议合作，建立一个新的健康中心，并领导全国第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NTD 计划。DXS Project 在卢安达的工作重点是透过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来提高当地卫生中心的管理能力，从而提高医疗保健的品质和可信性。该组织还为卢安达卫生部 MO 提供营运支持，以建立一个新的卫生中心，并领导该国第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NTD 计划。 XS Project 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提高卢安达医疗保健的品质和可信性。该组织由公共卫生专家乔许鲁辛 Josh Ruthin 和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Jeffrey Sachs 于2002年创立，专注于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并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提高当地卫生中心的管理能力。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倡议还与卢安达卫生部 MO 合作，建立了一个新的卫生中心，并领导了该国第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NTD 计划。无障碍计划的工作对卢安达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组织提供了技术和财政资源，以提高当地卫生中心的管理能力，从而提高了孕妇和儿童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和品质。该组织还与卢安达卫生部MO 合作建立了一个新的卫生中心，并领导了该国第一个被忽视的热带疾病 NTD 计划。